高雄街头常常可以看到招牌上有这两个字“大王”，蛮有气派感，印象是比较深刻。就他的东西比较好，这样就是用料比较实在。吃的、用的、休闲娱乐都有大王，例如像是耳熟能详的裤子大王、鞋子大王；美食老店则是有莲藕大王、水饺大王、煎肉圆大王。内馅是猪肉加上豆薯，放进锅子里油炸。墙上还有知名主持人到访的照片。这间煎肉圆大王已经经营了30几年，老板娘现在75岁了，店名就是她取的。肉圆这大粒哦，真的叫做肉圆大王，叫肉圆大王才好吃。有自豪的本钱才敢叫大王。另外这一间绿豆汤大王更是50年老店，绿豆汤是店内招牌，到现在绿豆沙牛奶、红豆牛奶都是人气商品。跟它潮流吧，它的温州馄饨大王、牛奶大王，什么都大王，它的顺风式的刷开和大王啊呢。同样是老店，这间莲藕大王开了将近60年，现在交棒给第二代。老板说，原本父母一开始是经营槟榔摊，但是却是卖莲藕汁卖出了名气。取好记一点的啊，叫大王比较快啊，也是要做好一点啊。曾经脸书社团统计，高雄店名取名大王的最少就有25家，每一间大王是老板对自己的期许和信心，也成了高雄街头另类的风景。三新闻张哲如何？